妊娠脉，我们说上简单的给大家讲介绍了。平时月经正常，突然停经，脉来滑缩充活，借饮食偏食的，多为妊娠之症。那么妊娠之症啊，那么这个呢，主要的症脉呢，我给同学们要介绍一下呢，这个妊娠脉主要的临床就是。阴不阳别，位置有指。妇女手稍阴，脉动盛者，任指也。那么也就是说，手稍阴是哪一个呢？是这个部位啊，这个部位如果是脉跳明显的，那么我在临床上观察了，来月经也要跳，但是呢他妊娠以后呢，随着妊娠的月份啊，就慢慢延长延长延长，到分娩的时候就到直接就分娩了。这个吴老师当学生的时候，整个班级有一个小组，我们这个小组在泰兴啊实习的时候，我们到产科专门做了一个四年这个也恰恰我们小组的一个男生看到古人有这样的记载，他要争论这个是不是科学以后我们就到这个产科去。那么泰兴这个地方也属于苏北，这个思想还比较古老的。女同志一看分娩的时候来一个男同志进来，他是绝对不允许的，是吧？后来为这个事情我们到领导那边去反映，后来怎么办呢？就带了帽子、口罩、穿的衣服全部附上啊。每天有一个人值班，我们一个组一共十个同学，就某天要有一个同学值班，值班以后都要记录，你负责什么就是负责少阴脉啊，看他到什么时候他就分娩了。难产的话他就跑到这个两边，他就不上去了，这个就是宫口就不开啊，后来突然一开以后，他很快就到了直接。这个同学们，你们也可以以后做一个实验啊。这个临床上我们已经做过这样实验，古人记载的是比较准确的。所以呢，临产脉和妊娠脉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一样的一个道理。这个所谓临产呢，就是这个部位啊，这个就。这个垂着这个呢，平时你比如十月怀胎在这里的话，那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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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向前到那个就宫口开啊，这个我就不多讲了。下面我们讲正小儿脉。正小孩脉呢，这个这里边观念小孩子的脉象的方法，你们看一下这个图形啊，因为小孩子的手比短，大人的一个拇指就可以替代他的这个，就可以诊他的寸管三脉。我们书上已经给这个示意了啊，示意了。那么这里要注意的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脉跳的次数啊。这个正常脉象的脉跳的特点，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记住什么呢？一般来说，小孩的脏器娇嫩，行气未充，而且有生机旺盛啊，生机旺盛，发育迅速，所以正常小孩的平和的脉象叫成人脉比较软而快啊，软而快，年龄越小要脉搏越快。若按成人正常呼吸定息的话，2到3岁的小孩脉动6到7次为常脉，理解吗？我们6到7次应该是缩脉了，但小孩来说是正常的脉象。如果每分钟脉跳到100到100，这个就是6到7次是100次到120次啊。5到10岁的小孩脉动6次为常脉，要每分钟跳动的次数100次左右，4到5次为迟脉。我们承认的。正常脉象反而是一个迟脉啊，请大家要注意。那么这个为什么要记住呢？我们有时候啊，这个小孩发烧的时候啊，你去
正他的脉象一般都见到有急脉的现象，就跳得快得不得了。那么我们说这个呢也是正常的索脉，不知道怎么，因为他正常的脉象也要到120次啊。那么正常的我们说小孩在母亲怀里边的这个胎心音应该要多少，应该是140次以上啊，到160次啊。所以少了以后呢，你反而要知道这个小孩心里不好了啊。所以呢这个请大家要注意的。那么小孩的病脉呢，我们说小孩子的疾病比较简单，所以古人认为小孩子他主要一个呢受凉，一个受了惊吓，一个是饮食失调，对吧？是不是就三个？他有没有是心理性的疾病啊？啊，一般没有啊，一般没有。但现在的独生子女有没有啊？也有啊。现在你不要说这个独生子女留下来的后遗症也太多太多了，哎，因为就一个小孩，所以很多的性情的孤僻、孤怪、倔强，都在这个独生子女身上形成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原则上说，小孩子的病啊，不是寒就是，不是受寒就是受惊，不是受惊就是饮食失调，不是这样。有时情绪不好也会给小孩子带来了很多的后果啊，后果，请大家要知道这个问题。那么具体我们书上已经讲了啊，主要以脉的浮沉迟缩辨病症的表里寒热，以脉的有力无力辨病症的虚实，浮脉杜绝于表证，浮而有力的表实，浮而无力的表虚，沉脉杜绝于里证，沉而有力的为里实，沉而无力的为里虚，迟脉杜绝于寒证，迟而有力的实寒，迟而无力的是虚寒，缩而有力的为表热，浮缩为表热，沉缩为里热，等等这些。实际上它应用的什么脉啊？哎，六肝脉，对了。所以我们说六肝脉重要不重要？很重要。所以小孩子你不能按照28脉来针小孩子的脉象啊，我们主要掌握他的六肝脉来辨表里寒热虚实。好，我们重点要介绍一下脉诊的临床意义和脉诊的肾液从水。脉诊的临床应用的时候，一个夺义脉的诊断意义，也就是说趁观察三个脉象在某个部位出现了异常的脉象，这个很有诊断价值。比如说侧脉突然和趁观有个落差的时候，毫无疑义这个人是肾虚啊，在临床上确实能有一定的诊断价值。趁观测三脉突然的侧脉浮的厉害，好，我们晓得这个人快要感冒了啊，这浮脉是外感的邪气了啊，这个侧脉就比较灵啊。突然关脉悬的特别厉害，我们就考虑他肝气郁结的程度比较灵。第二个呢，辨脉主病不可疑哦，见脉就诊断，我们一定要脉诊合穿啊。那么脉象一般以浮为表，沉为里，这个是客观的，我们说六肝脉表里寒热虚实啊，一般的是这样。那么如果说出现了这个人明明是正气虚弱，出现了浮脉、朔脉、红脉，那么这个我们就应该是说脉证不符了。那你怎样的区别？他正气比较弱的情况下，长期的慢性病重病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阳脉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样判断。反过来，它明明是外感阳热亢盛的脉象，可是脉象就是出现沉细弱的脉象，就是像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怎么处理。那么这里我们历代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脉证的盛逆已从舌。这个脉证的盛逆是指脉与证的相应与不相应，是判断病情的盛逆的关键。一般来说，脉与证是相一致的为盛，反之为逆。刚刚我们讲了，若暴病脉来浮红烁实者为盛，反应正气充盛能够抗邪，久病脉来沉为细弱者为盛。生命的正虽不足而邪也不盛。那么如果心病脉反借沉细为弱，生命的正气虚弱，久病借到浮红烁实者，则表示正气衰而邪不退为逆症。那么这一段文章我们主要是讲了脉诊的盛和逆的问题，很好理解了，对吧？脉和症状一致的叫盛，脉和症状不一致的就叫逆，所谓逆症状之脉，对吧？叫逆。那么有盛和逆，有逆我们就要有舍，是不是？有舍，有这个有从。那么这个在临床上呢，我们说呢，脉与症有时有不相应的时候，所以临床根据疾病的本质决定从舍，或者是舍脉从症，或者是舍症从脉。那么这个里边我们举的几个例子，古人是前面教材我们用了一本原文，现在我们简单讲一下。如果自己感觉烦逆而脉结微弱者，必是虚火也。什么意思呢？自我感觉是烦得很，感到有热，但是脉象上没有表示有热，是微弱的，那么我们说这个是虚火，虚阳外越的一种表现，不是实火，对不对啊？自己感到烦躁啊，你看，但是脉象比较沉重，它是这个阳热肥阳外越的一个过程当中，对吧？那么我们应该要怎样呢？我们说这个应该要从脉舍症，对吧？这个虚烦的症状我们不能作为一个舌头来区别，这个要听懂了就行了啊，听懂吴老师的意思就行了啊。那么这个人虽腹胀，但是脉是微弱的，这个是脾胃虚弱之故。那么在临床上呢，请同学们注意呢，确实是也见得比较多的。现在好多的人，哎呀，吃好饭以后腹胀的厉害，他说我一定要转一圈回来好一点了。那么这毫无意义，是什么呢？他这个脉象还是比较弱的，纯细软的。那这个脉象纯细呢，我们是晓得它是脾气虚弱，吃饭吃进去以后呢，硬化无力而导致的气虚而导致的气滞，对吧？那脉象是正的，症状也是假的，应该是要舍症从脉，要重视这个脉是属于虚症，属于脾虚而导致的。那么我们说这个腹满疼痛，它是主要的是在脾胃肠，对吧？那么它脉象没有借到这个肠腑实的表现的话，出现的脉象的悬强者、悬大者，那么它并不是实质。那么我这样的理解的啊，在临床上，这个年纪比较胀的，有时候啊，他确实是没有体内没有邪气，实质和
症状表现没有大便不通啊等等这种实质症状，而脉象出现的悬强。那么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它记了一个悬强，是悬有力的，一般老年人血管硬化的时候它就可以出现悬强者啊，悬硬者，这叫悬强。悬硬感觉这个脉搏硬的直上直下，所以像这一种情况呢，我们有经验的医生啊，一看这个脉象啊，它是血管已经硬化了啊，那么但是它不是体内有什么邪实在内啊，这个前朋友们要注意的。那么脉有从谁，生命的脉象，这是疾病表现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要在临床上强调的是四证合常，才能全面认识疾病的本质。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有时候在你症状迷糊的时候，脉象就给你做了一个指导，寒热虚实它告诉你的很明显。啊，有的这个脉象出现了一些特殊的表现的时候，特殊的异常脉象的时候，我们就要分析它全身的整体情况，也会让你有的就是说通过这个症状表现整体表现，它可以来舍弃它的脉象，这脉象表现的非常。那我们讲脉象实际上还是一致的，理解吧？那悬硬的话，我们要了解这是脉硬的一种表现，对吧？这个也是表现的脉象的一个症状性，它和整体的表现是不一致。那我说它的本质还是反映它的本质的，脉象还是反映它的本质的，脉象还是没有假象的，理解吗？归因的脉症的临床意义主要有几点呢？一个是辨别病位，我简单的说，佛祖表层祖里这个辨别部位，是吧？我们说沉脉主肾啊，关脉主肝等等，这个都是辨别病位的一种方法。那么脉诊还可以表达它的病性，疾病的性质。第三个，可以推测这个病因和病机啊，病因病机。我们说佛经脉它的病因是风寒，佛说脉的病因是风热，对不对？佛法脉呢，它是太阳的中风感受的风邪，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从它的脉象上可以推测病因病机。推测以后，我们脉象推测以后，所谓叫有根无根脉。有根脉是明了啊，正气作邪气生；无根脉是明了它以后不好，所以肾气衰微的表现等等。吴老师随便举例而言，我们书上介绍的更详细。我们通过二十八脉的学习，我们要把某一个脉象都要归类到这几个方面上去，理解吗？在你复习的时候，前面复习我们鉴别的时候，我们某一个脉象都要归纳到它表达的病位、病性和病因、病机和以后。